哼。噔噔噔噔！今天吃很丰富，小心很重。小披萨。哎呦，你应该要吃两个吧？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。今天是一个很特别、很特别的日子。伟人的诞生。来，就是我们家阿 U 生日。阿 U 生日，我们准备炸鸡披萨，跟凉拌的这个海鲜。凉拌海鲜是我们大人吃的。哦，啤酒，一定要啤酒，放点进来，你放的多厉害！哦，好吃啊！这样，哦，谢谢。哇，这看起来厉害。嗯。哇，你最好是拿炸鸡，排队，那这完蛋，这么多人排队要排，全部都排队在等，拿了就是都已经预定好。一定要先打电话去排队的啊，就一定要先打电话先预定，差不多三十分钟左右。真的？嗯。哇，等很久，这好脆啊。就有辣椒哎，这个跟根本没有关系。跟生意，你看我们吃东西也根本没有关系。他都买后来才包。没有啊，他刚刚因为他们刚刚等你来。等你回家太饿了，他们刚刚吃了那个地瓜球跟那个章鱼烧。哦。嗯。怎么这么好？哇，有人七岁了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七岁算是大人了，对不对？啊、这是饭。你不要烦他好不好？七岁了，年纪越来越大了，代表你的责任越来越多了，嗯、对不对？嗯、像你会帮你在六岁的时候已经会帮妹妹换尿布了，对不对？嗯、七岁就要多学一些才艺，例如。洗碗、洗衣服。以前我记得我还五岁的时候就有洗过。碗吗？还是衣服？碗。但是要洗干净啊。嗯。你可以先从自己的塑胶碗开始学。嗯。五岁在看什么东西？磁铁是不是？嗯，那个等下连下去，然后它可以做机器人什么的，那蛮疗愈。飞机都可以，大船，车博文，老师，好，还做了海鲜。嗯。你不是拿，就是热海夜吃那个关记青木瓜来拌这个海鲜。你有排队吗？很多人吗？嗯，排六个。排到小尤娜刚过去的时候，还没想睡，还要她睡着。这样子。我排第六个的时候，她就想要，因为我推娃娃车去，她就说要抱。我排到换我的时候结束，睡着，小尤娜才放下来。哦，他累了，他想睡就要抱抱。他就一直这样身上抱，我排了二十分钟。他这算是弄，慢慢弄。那我前面每个人都买两份。
前面有一对，他就说，他就问那个女生说，哎、欸，你要买几个？他说一个。那你不要再多买一个，排一个也是排，排两个也是，买两个也是排。那要不要买十个好了？但是十个的话，就是他做十个的话，就是像做十个人是一样的意思。他一份一份做。嗯，几乎都是两份两份。哦。这真的很不错吃啊！小笋是我老婆自己加，我带着他去买的时候，说：“哎，怎么没有小卷？”好酸哦！但我觉得它酸甜蛮刚好。哥哥，生日这几天我都没运动到，完蛋了！你要变胖了。我这个瘦皮好。它的辣椒粉是彩色的，有绿有黄有红。差不多。你不要吃太满，因为等下帮那个哥哥。嗯。这样的话就是，这只吃完我就飞出去了。剩下我帮烧的。好，OK， 没问题。好，下一趴。好，那就跟大家拜拜。拜拜。